再想一句话骂他。一个幽默的想法，很美。两个是最佳的。你别很快，小吗？我本来就有报名的，我有去参加集体会啊。集体会哪有？我们是来这一趟有啊有。有啊，我们没参加。你没有去的啊？哦。你看，灰熊他们回来了。在录影呢、哦，哎呦。对啊，在呢。小灰熊，你看他等得好累哦。小灰熊，赶快来呐！你看还有电子哦，现在有电子啊。快点哦。姐弟情深啊！你先跟他喊一声。叫你，我听到声音。